透过 DVD， 侯志宪把行愿的每一个动作一练再练，因为8月19号他就要在音乐会里演绎，而会如此把握时间，是因为他真的很忙。哦，大家看，你看，是吗？在修理好客户的机车后，侯志宪连水都还没喝，又开始讲起电话。科目是香啊！你也把酒搞好了。这次音乐会演绎中，侯志宪还担任种子教师工作，关心演绎成员身体，但他自己却因为练习过度用力，造成筋膜发炎。手上还戴着护腕的他，已经又投入教学，这样的精神也感动了学员张金明。年纪有一些比我大，但是他们在演绎的时候，遇到一些动作比较大一点、比较困难一点，他们都是这样，也是很乐意、很开心的去完成这个动作。从不断练习中，张金明对于行愿有了深刻体会，那就是要有坚定的心。他相信，虽然自己平常忙于警察事务，但是只要有愿就有力，一定能完成见习课程，成为护法金刚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李香兰、王宪正加以报道。